我等一下你直播了直播了欸、等一下看有没有，先看一下我们要超过三十个人以上，我们才开始。好好，超过三十个人。可是现在看不到十八了。我在看，我在看。四九，是六八六，真的假的？101，那就一百哦。好，大家表容力好了吗？好了，真的可以吗？真的可以吗？来，都要。一二三。等一下，大家不要激动，好不好？我把镜头转一下，然后让大家来看一下，跟大家打一下招呼。来 ，Hello， 我是君浩。Hello， 我是吴晨阳。Hi， 我是萌青。请你再说一次好不好？很萌的萌，很亲的亲。OK， 来，我是萌变。萌变。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庭轩。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贤智。好的，那我来看一下哈，但很。现在有非常多的人，大概有70万个人在留言，所以非常的多。所以呢，我还没有介绍我自己，对，我是那个红叶，对，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就来可以看一下，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在看完三集之后想要问大家这样子。先请我们那个分享一下大家看的感想。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两个一组来，好不好？好，来分享。好，来，那我们就先来看说。这个，请你们两个介绍一下你们自己两位好吗？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了。饰演的角色。不要跟我主持人生气。对啊，我们角色就是执迷不悟孟少飞。执迷不悟孟少飞。对，孟少飞。我觉得我是死人脸唐毅。死人脸。我有说那个死人的骷髅是我们在哪里买的？骷髅宇宙哎。等一下，等一下，大家不要这么激动。我们两个两一组，好不好？因为你们在旁边讲话，我们完全都看不到你们，好不好？好不好？画外音，所以好。然后呢，现在很多人讲说，有人说那个折手指很痛，请问真的？对，没有，他只是留言啦。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留言。然后现在人数有350万人了，对，所以对对对。然后那我想说，可以请你们两个分享一下看完前三集的一种感想，好不好？就是看的时候，我觉得很激动。对、啊、我每一集我都重复看，仔细的看自己的每一个表现。哦，我以为在看我哪里拍的不好。有人那个说，一直被少飞翘翘的头发吸引，只有被翘翘的头发吸引吗？那一撮。对啊，翘的不止头发呢。哦，那个就比较不方便播，那个就比较对，只好停机。发生荧幕好窄，我们也没有办法。对，所以我们可能要大家写信去给苹果说，嘿，好来，所以你们发表完了是不是？机会错过就没有了，拜拜。还会回来吗？还会回来？不会再给你们镜头了。来，换你们两位。Hello， 大洋杰克。什么野狼？大野狼？大野狼？什么大野狼？大野狼都变日本人了。有人问说那一出是故意的吗？是啊，这一出是故意的，每天非常快就走了，说不回来真的不回来。然后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兔刑警赵立安。有人说庭轩太搞笑，留我自己的。那你们有人说你们现在画面还没有很多这样子？对，那网友暴动了，网友暴动了，400万人，所以就想说，我有庭轩就有暴动，我们都靠。庭轩呢？真的，我们追不起后他了。等一下，如果人数下降，我们马上攀到庭轩那边。好。然后呢？那你们有想讲一下看完之后的感想吗？我觉得我们应该到后面才会有蛮多精彩的。那你们可不可以称赞他们两个？哦，你们真的很帅，超帅！你该走心吗？你该走心吗？没有，谢谢你，他不就很谢谢你？你们真的很帅，太帅了！我有看到你们脱衣服。什么？我有朋友不断重播你洗澡，我觉得你们可以稍微再近一点点，你们就可以全部都进去了。对，脸书也有人，要不要跟脸书的人打？哎，脸书的大家，哎，这个是正确的，是不是？现在是脸书正确，哎，对，正确的，他变得很，可以了，好，来，那有人问，那现在有人问问题，有留言的问题，我就直接看起来不怎么严重，我就直接问。你们帮阿德讲个话，阿德在哪？在这我是忠犬阿德，你好。你干嘛突然害羞？没有，大家都一句话就嗨。大家好，我是美贤智，我是阿德，就是嗨，理解。所以那看完之后有什么感想吗？看完之后什么感想哦？就看完之后就
不要害羞，不要害羞。就觉得不要难过嘛，没有没有哭啦，没有哭啦，就觉得比我们比想象中来的就是好哎、欸，就是在拍的时候还蛮担心的。有人问说阿德有 CP 吗？阿德有 CP 吗？这个看下去看下去就知道咯，搞不好我跟那个。王坤才不是，不是哎、那这样要怪多余了，不太方便，不太方便，不太方便。播出来没有？他已经过世了，对对对对对对，播出来已经过世了，已经过世了。阿德支持邪教吗？邪教，哎，我前几天才懂邪教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非官配 CP 啊？什么意思？比方说是网友觉得他跟你一对，这样就算是，或是说，说是觉得我跟谁谁谁，对，网友说我站邪教这样，对，好，请大家帮我配一个邪教 CP。好，那。因为我今天是主持人嘛，所以我就想说可以私心一点，就是，因为我来主控，谁可以看到就是最多的这个有露面的机会，我权力非常的大，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就来看一下说谁有得到最多的问题，我们就来 take 他，好不好？好，那就是我们把镜头给他。对，我们可是我们一直我们没有问，忘记问一下青荣导演。对不起，我一直把你手机。就是青荣导演看完这三集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感想就是谢谢大家。就这样，没有因为点阅率有点那个超乎我想象的，更多。是多少呢？现在是多少我也不知道，没关系。你最中午是32万，32，中午32啊？对 对，地震的那一刻。我昨天晚上我还在那个做音乐，做前几集的音乐，然后就是从一个我以为的3万多，突然跳到15万，我已经觉得很开心了。然后结果今天早上那个制作人截图给我30，然后我心想说。是还没睡饱吗？对，然后很开心，然后我就赶快分享给大家，对，开心。就是没有钱，不太对数字不太敏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就是，但是以从那个之前那个是非的经验过来看，这个数字好像真的比我预期的多很多，所以我就是谢谢大家，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好还是不好，喜欢还是不喜欢，但是就是好像大家都还蛮喜欢的，就很开心。嗯，对，謝謝，也替你们开心。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他是不是直播结束是吧？根本还没有什么，对对对对。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大家。等一下，你还没有让观众知道。没关系啦，我不重要。你很重要。没关系，真的，我们可以那个对，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来进行我们的这个真心话大冒险，什么时候有这一趴？不回答就做不定，你这样吗？没有，更严重，就不回答的话，可能就是要在这里舌吻啊之类的。是吗？对，没有了，开玩笑的。好，等一下哦。可是因为这边现在已经有很多粉丝在问问题，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问，然后请大家，因为有很多问题是重复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问，因为是留言上的，对，好不好？等一下哦，我先往后一点，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大家这样子齁。好，那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要看这个，因为刚才前面那个题目太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看。有人说你再找到我。对啊。那个立刻 CP 什么时候开始有对手戏？然后有第四集是不是？很快就有，很快就有，很快就有。所以大家可以有耐心，对对对。下星期对，下星期就有。对，然后有人问说，为什么君浩跟陈阳这么帅？我觉得这个问题他们两个应该也很难回答。谢谢爸妈，没有，我还有一个最谢谢导演，对啊，太帅了，他很努力的监控每一个镜头。我有把他们的脸型。去那个模型立体360度的找了个角度。OK， 所以非常的。那有人问说，为什么庭轩要倒立走呢？倒立。对，为什么要倒立？因为他站着的时候不会好好走啊。倒着走比较好，走比较好。没有，其实那时候导演有回答过，在那个记者会的时候，记者会有回答过问题，就是想要设计一个特别的、特殊的出场，对他设计一个特殊的出场。哦，对，因为那个他是念那个。
Betty 的喽，哎，不要来学校找我。哈哈哈哈哈！要来了，要来了，要来了，来了。是有谁？很爱 CQ 们，不要找我。好，那哦，刚才有一个演员有一个那个粉丝有问到说选角的问题啦，对，因为就是很哦，对，有人问说很好奇选角的过程，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就是为什么导演会选择大家来演出这些角色呢？所以我们来问一下这个问题啊。现在我们人数已经快来到500万人喽，太多了，太多了，好想要搞到300万啊！那好，我们来从谁要先看谁的那个，先分享谁的选角过程呢。他的好了，好，我来。好 ，OK。我的选角过程哦，其实一开始蛮特别的，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一开始拿到的剧本是拿到赵子的剧本。对，你看你能想象吗？我自己都不能想象，那时候我一开始。只是公司提轩在瞪你，没有，提轩哥，他无法被取代，所以我就是当个提轩哥。对，那时候就是拿到啊那个停赵子的剧本，然后后来就去试，其实我试的一场戏、哦，我还记得是哪一场，但不能跟你们说，因为还没播出来。但那时候试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感觉，但是就觉得好像。我自己试完，我觉得好像我自己也没有赵子的那个气质，果然更适合在这边。然后后来就接到一通电话说，导演有另外一个角色，希望你可以去演出这样子。我就问是什么，就是阿德。然后其实我就没有在我没有重新去试阿德这个角色，就是借由那一次试镜拿赵子的剧本，然后可能。后来我们也跟导演聊过这件事情，他说他很直觉，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找我，就是不知道哪来的灵感找我演阿德。后来我真的很感谢他，因为我发现我真的好爱阿德、啊、你们看到后面就知道了。好了，你不要哭。那我们现在下一个人喽，那下一个给导演点名，下一个是君浩。当初拿到剧本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还没有预测可能性嘛，所以我们就什么都先尝试，然后我们就聚集在办公室试那些角色。好，那我给你们一点甜头，就两个人一起入镜，好吗？对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试镜的时候就有演对手戏，我们也有反过来。嗯，我们那时候有反过来。对啊，我反过来我没有跟你对，反过来我没有跟你对吧？哦。而且他自己还有一个前趴是你没参与到的。真的吗？对。对。你做了什么？他等一下会说，放我手再说。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试镜，我们就试了，我好像试了两轮吧。第一次试镜的时候还跟我们制作人对戏。对啊，对啊，真的假的？对，对，对，然后跟制作人对了一些亲密的戏。啊，对，什么山中小屋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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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破小开破多少？我们想一下，然后我们问一下小开点阅率破多少的时候可以公布。我想看，但是应该不想看到我对手就是你以外的任何人吧？不会，大家还是会有点期待。对啊，他搞不好是另外的邪教 CP 嘛。是邪教，邪教。那你那时候做了什么不一样？没有，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极力想要试的是少飞。真的、哦、对，而且我一开始就只我唐烨剧本全部不看，我只看少飞，唐烨不背，锁定了，对，锁定了，就像填志愿只填一个，对，然后其实第一次试的时候啊，然后就聊跟导演聊一些东西，然后试完这期我回去超级沮丧，因为我觉得我试得很烂，然后就很难过这样子，然后想说、这绝对不行，这绝对不行，一定不会上。然后我那时候还跟我经纪人讲说，万一如果上的话，我一定要看到导演，我一定要好好的跟他讲说，我要谢谢他，居然还再给我一次机会。没想到后来就真的又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样。然后后来导演就在会议室就跟我讲说，其实现场一开始大家在选这个角色的时候，都很少人，几乎只有一两个投票给我而已，几乎都没有人投票给我，大家都不觉得我有办法就是演唐烨。我有投票给你，谢谢你。你有去开那个会？有呀，真的，我知道是常青树。没有，因为我有付300万，我投资，对，我有投资啊，对不对？制作人姐姐，有什么得罪你的？对，没关系，没关系，大家之后还有戏哦。对。所以那个时候，后来导演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是超感动，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嗯，到现在也是啊，就是
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这部戏一直，你看到现在昨天半夜导演还在配音乐的东西，还在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希望呈现一个非常好作品给大家。插播一下，已经有粉丝在问圈套有没有要拍续集。哎呦，还没有，还才播，才播三集，一个礼拜就那个电影版，电影版套住，电影版套住是不是？哇，天线哥，好好，然后他每次都在重要，就在关键的时刻，然后他就要把镜头抢走。好，来，会抢会抢，懂抢。那对陈瑶有分享完了吗？嗯，分享完了，就是。很开心可以得到这个角色，对，而且来跟所有，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每一个人就是在角色上都非常的贴合，然后我就贴合大家一起。你们刚才为什么要互看啊？因为我们刚刚突然来电。OK， 拜。好，那导演请点下一位。就剩两个了，还有什么好点的？还有我啊！你这样讲，导演，说你要低调吗 ？Sorry， 没关系，没关系，先我要压轴啊！压轴 ，OK OK。来，我当初试镜的时候也是，其实就跟我们三个其实是超一样的嘛。没事，我退后一点，我才可以有导演一起入镜。我试镜的时候应该是，其实我这个人是算是蛮精的人，但是跟导演试镜的时候，其实我就把我很多内心的话其实跟导演说了，就是很多内心的事跟导演讲。然后试镜过程，我其实我一开始试的时候，我目标是唐毅这个角色。哎呦，对啊，哇！但是后面导演，你们这样讲出来，等一下会不会回去打架？不会啦，没有，我们当下就知道，我们当下就知道，真的，已经当下就在，我们是全部一起。所以他试唐毅的时候就他演 Jack 啊。哦，所以结束之后已经绝交，今天只是来工作这样子。对对，就这样。没有啦，但是后来，但是导演就觉得我的有些特质比较像。Jack， 也很谢谢导演青睐。好，那庭轩哥这个不要挡到，对不起，哎呀，不要挡庭轩哥。大家好，我当初试镜的时候是啊，就是有一个是吃面的一个场景，就是大家预告中有看到一个吃面的场景。那讲太多，预告中而已。对啊，预告中那一段，我怕他往下讲。对，我怕他往下讲。我刚刚原本想说，对，什么时候阻止他？对，停住了。那当下试完了以后，其实没有抱太多的期望，因为就整个试镜过程中，包括导演问一些问题，我觉得好像都在胡说八道。你现在不是也是这样？观众朋友，因为他永远都在胡说八道，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讲真的。震惊的，而且我还很一本正经的跟他胡说八道。然后我试镜也很烂，然后呢，我就想到啊，应该就当做玩一玩嘛，当做一个学习。大家不好意思，这是直播，好不好？不要一直说自己很烂。哦，我试的时候很烂。我试的时候我自己自我感觉很良好。对。OK， 这个说法可以接受。没想到我试完过2个小时以后，公司就打电话来跟我说，他就说：“哎，庭轩，你试上咯，那你有意愿要演吗？”然后我说：“当然，好，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庭轩，你上楼那个便当有吃素吗？先问这个好。对，所以但是当下真的试完镜，真的是我自己也是，很惶恐，真的很谢谢导演给我的机会。对，好，对啊，我们可以跳过红叶，然后就哎，不要了，对，那我可以直接这样子吗？哦，你要直接跳。对，好，那我就以大家当做我的背景这样子，你们都没有教，好，我们都没有教，没关系。对，那我的那个角色的事情可以讲吗？还是不可以讲？不行。好，就是为什么会来演呢？就是因为青荣导演爱我。没有啦，因为其实本来我没有试镜，是因为跟青荣导演以前有合作过花甲，所以导演应该了解我的那个演戏的方式，然后他可能当初还是有一点那个，他还是会有点不安，因为他觉得可能我刚开始的时候表演还没有很纯熟这样子，所以他也是，我们也是讨论过了很久，然后有一些就是想法之后，然后我才可是我没有，因为一开始就是有对，然后我只记得说我第一次就是跟那个陈阳见面，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建构了这个我们小时候角色一起长大的世界这样子，对，所以。是非探班同学，哦，不是，那个自肥，没事，好，所以自肥当然不是，对，所以我就是说，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很非常非常感谢青荣导演找我演的
这个角色。我可以聊聊对他们的大家的。可以。好，那我把镜头转走咯。好，我们来找一下。就顺着来吧。好，绕一圈好了。好，从红叶开始。好 ，OK。好吧，不要了。可以。就是因为其实红叶这个角色看来，可能不是很难，但事实上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难度，因为他一个不小心有可能会变成被人家不是很喜欢的女孩子，因为他在唐毅的身边，然后又要跟稍微中间有一些化学效应状态，有一些戏之类的，对。那所以那时候挑选的时候，我也蛮担心，就是说怎么样让观众可以理解他跟唐毅之间的感情，那个真实的感情，而为了爱，为了要那个兄妹之间的那个爱，所以不要让观众觉得她就是一个讨厌的女生。嗯，对。那那时候我们想到毅真的时候，因为我对她真的很熟悉啊。那因为她之前演的角色什么的，当然就她像她刚刚讲的，就是我们还是有点疑虑，所以其实我们有讨论了一下，然后我有再把之前她后来有去拍别人的戏，我就还有把她拿来看了一下，然后我跟她讨论做一下功课，然后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演员都是这样子，就是不是我看你一开始适合或不适合你就一定要怎样，然后我们也互相鼓励，觉得说哎，他可以尝试去做另外一个角色试试看，搞不好他可以驾驭得很好。所以我们后来就在互相勉励的情况之下，就决定把红叶这个任务交给他。对，现在看起来担任得非常好啊。观众也这么觉得吗？谢谢女神。对，然后君浩的部分，因为君浩之前的作品其实相对其他人阿德更多了，我是说没有啦，就是其实也还很多，就有基础的粉丝在那里，但是我们聊，我还记得看到君浩第一天金头发，对，然后脸颊凹瘦，感觉就是吸毒过后。哦，对，我那个是那档戏，然后我现在想说然后我们就聊了，然后在那个在演圈套之前的君浩，他演的角色都是比较有自我的一个状态。对，那他其实不太没有几乎没有担任过像现在这样子比较活泼、比较多话、比较搞笑，然后 对几乎都完全没有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也觉得是说，他不管他去演之前的那些角色比较比如说吸毒过后啊、自闭啊、听不到啊什么，那些都是比较属于那一边的方向的一种表演方式。那我就鼓励他说，其实或许可以挑战另外一种表演的方法，然后让观众看到另外一面的，因为我觉得这对演员来讲是一个挑战，就是应该要再尝试多方位。然后我就会觉得邵飞他更是，因为唐毅相对比较内敛，比较话比较少，对，那就会跟你以前有的一些角色可能会稍微比较靠近。但是如果是邵飞，基本上是完全跳脱。那我觉得完全跳脱，对你已经演过好几个戏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跟学习。所以那时候我就比较倾向让他去担任邵飞这个角色。嗯，对。然后陈阳真的是，我觉得是缘分啊。对，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其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一天，我见了很多很多人，他是其中一个，但是他是我花最多时间的那一个。对，其他人可能我忘记我们花多少时间，假设我们花20分钟，可能其他人只有10分钟或15分钟。那主要的原因是，我就一直觉得他应该是什么，可是我就一直找不到那个什么，但是我又一直觉得应该有。所以其实然后陈翔是一个非常非常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可能那时候也比较没自信，我觉得相对于现在，对，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可能没有花一点时间，周遭的人感受不到你有没有完全做事。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很想找到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对，所以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果然在中间的某一个点的时候，我突然我记得很清楚，我问了他一个问题，然后他没有马上回答，因为他在思考。然后后来我觉得
我觉得有的状态就是在那思考过程当中，我突然觉得应该有机会。我还记得那个问题。我也记得，对对对，所以就是 OK， 对，所以就是因为后来这样，那因为后来有大家一起试戏的过程当中，让我更确定这样的组合应该是没有问题。对，那导演，我一直很想问，就是说，因为其实唐艺的难度其实是有的，很高啊。对，而且后面的真的很高，真的很高，对，超也是我自己后面非常高，对我自己完全超乎想象这样子。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做到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好奇说，导演当初怎么有办法看得到说，你要怎么去看得到我有办法去做到这件事情，或者说你怎么去相信这件事？因为实际上我的作品其实很少。然后你要从哪里去看到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就是从那个问题，你在思考的时候，你人的状态，还有你那时候的眼神，就是那个当下，其实那个瞬间可能就是个20秒，我不确定，我忘记。就是你在思考要怎么回答，而且你那一题的回答其实非常支支吾吾，你就已经要说出口了，你又收回去，然后你又想说出口，你又收回去，就那整个过程，然后。那个当下我让我感觉就是你应该是有什么故事，然后你因为有些人回答那一题的时候，他可能很直接说没问题啊，什么可以啊什么什么，但是你那个表示这中间你跟那个题目里面的所有人一定有很多故事在那里面，导致于对，而且我自己感受我不知道，我觉得那时候有触动到你心里的某些东西，我不是故意的，因为我那时候根本不了解你，但我觉得一定有达到什么东西，然后那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讲有点动力，那我就会觉得有这样的内心，其实只要你愿意，然后你愿意学习，其实是有机会在后面唐艺很就是比较多的戏的时候，是不是有机会？不是只要每个人都是有，就是比较有机会。就是只说，虽然没有太多表演经验，但是其实呢，透过我们事先的功课、角色功课或者表演训练功课，其实还是有机会来做得到的。对，我也是赌一把，对啊。但是我相信，只要有愿意、有心，其实都是很有机会可以变成的。好，谢谢你相信我。Yeah， 谢谢你们相信你们自己，这点很重要。期待后面。然后。这一位啊，听说制作人就跟我讲说，他一走进巧克办公室，然后那个全部女生就为之尖叫。我想说，那既然这样，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用啊？原来是这样子吗？没有啊，就是感觉好像很多女生都很喜欢他，觉得他的外在条件然后很吸引人，然后我就会觉得那就是办公室女生都已经那么喜欢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然后接下来就是表演的问题啊，所以就是。就基本上第一关已经过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表演，我们就在试戏过程当中去找一个状态。那 Jack 本身当然他就要帅气嘛，对不对？然后他要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刚刚黑黑的也蛮漂亮的。对，然后所以就选他，然后赵子其实真的很特别，赵子我们。看得不下78个角色，就连我们那时候在试的时候都还不是对，而且导演有问我要不要演赵子，啊，要绝跟选你的，绝望到他就在红叶跟这个赵子之间，他演得出来红叶哦，他演得出来哦。赵子说实在，你是被选中了2天就定妆，第二天、第三天，他来定妆的时候连剧本都还没看，因为根本来不及看，他是在我们要开拍的前几天，我是在定妆的时候才拿到剧本。然后他，我们选定他到定妆中间好像只隔2天，好像是，就是我们选赵石的时候，基本上你们都已经在做其他的事情，对啊，但是什么事情？对，就是那些事嘛，暖身的，头发去翘一翘，对，翘翘头发，翘，对，所以他是，因为赵石这个角色其实很难选啊，因为男生要有这样的。特质的，然后又要小个子，因为我们一直要挑身高稍微没有那么高，对，然后我们有几个点在那边，所以其实有限制，真的不太容易找，所以真的是看了非常非常非常多人，然后才确定是这样子，对，就是最后加入，然后阿德，
阿德因为离导演太远，我就不带导演了。导演，哎、欸，不要这样，导演当，我以为不带阿德嘞。我其实是想看一下他的反应啦，因为他假如说好啊，就不要带导演。对，好，阿德，不要互看好不好？听说我后来才知道说，听说其实他演过很多戏，然后好多人都认识他，工作人员好多人都认识他。我真的觉得我很汗颜，我竟然不知道他。没有啦，我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没有。对，但是因为后来有请工作人员帮我 Google 一些他的那个演戏的资料，发现他其实真的还演蛮多的，然后就想说，就是我们当然在那个他是真的不适合造纸嘛，对啊，那我看到他之前一些表演的片段，我就会觉得他应该有机会可以那个诠释阿德这个角色，而且那个单眼皮很吸睛。阿德终于把眼睛睁开了，最大就这样。刚刚全程都在睡嘛，最大就这样，没办法再大了，没办法再大了。对对对。Okay. 然后阿德这角色其实真的也蛮好的，对，我就是很期待，就是看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进步。阿德这角色现在还看不太出来，后面还不错，还不错。嗯，谢谢导演。蜕变，嗯，蜕变。对 ，OK，OK，、OK OK、时间到了。Yeah, 我们今天大放送很久，大放送很久啊！我们讲太久了，以后不能讲那么久啦，一提起来讲那么久，没有，因为别的题目都没有回答、欸，没有没有。有啊，没有，因为我想说今天是第一次，所以我就、哦、不是不是，可以还可以，我可以啊，可以啊。哦，没有，因为我只是想说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交代一下自己这个、啊、这个被选角，然后换角，没有换哈。哎喂喂喂，换角就不对劲了。没有啦，就是你们有本来都是可能去试了别的角色，然后后来又得到现在的角色，所以就是。然后有刚刚有非常多的人说导演很细心，很会看人，导演是伯乐，就是导演把每个人放到现在的角色里其实是最适合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自己看应该会这样觉得。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第一次直播让大家可以多讲一些，比较就不要一直冷消维，应该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我们可以从第二次再开始冷消维，对对对，因为第一次总是要这个有点诚意的，就是跟大家讲说，哎，为什么我们会有选到这样角色啊？然后导演的一些跟大家的心路历程这样子，对。还有什么？对，其实大因为大家的留言都问了很多问题啊，就是像是有没有人。有人说，很爱君浩怎么办？那我也没有办法。直接直接直接，你怎么跟我有一样的困扰？对，哇！哎、欸，等一下，我在翻白眼哦。对对对，好。然后，所以有人说，就其实因为问题很多啦，然后就是有人也很谢谢青荣导演拍了这部戏这样子，然后有人说很喜欢导演很细心，然后大部分的都是在跟各位告白说你们怎么那么的帅，那么可爱。然后刚才回答到赵子的时候，有出现非常多人写说赵子就是完美选角，又是非常多人。哇，庭轩哥，哎、哦、呀，谁造的？所以现在500多人里面有400人是因为他来的。哎、哦、呀，谢谢你让我们有饭吃。谢谢庭轩哥，不要挖洞。他刚才连脱个衣服都有话题。对啊，我有在聊你脱衣服，对啊，对啊，我有在聊你。庭轩是不是很热？庭轩是不是很热？真的假的？然后他离开镜头，要问他说是不是去倒立。对，然后去尿尿，刚刚去尿尿。你忘了焦点。有人问我红叶有没有喜欢唐毅。我不知道哎、欸，对啊，不要问剧情啊，这可能也可能剧透了，因为我们都有签那个，对啊，对对啊，那个生死那个违约金是2000万。一直在问，话到底是谁画的？画到底是谁画的？一直在问。有啊，已经有人说要问到最后了，我们不如现在就给他终结吧。你们不是说会问9个礼拜？那我们如果这个礼拜就回答，那第9个礼拜你们就没有提问，对啊，会到第9个礼拜。对，然后那还有不好意思，还有很多粉丝有没有问有那个见面会呢？这个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呢，可能是要请你们到附近比较灵验的宫庙呢去卜一下龟。对对，这个话题比较有。我觉得可以请大家多多去官方留言了，就对对啊对啊，用流量把这官方灌满。然后有人刚刚有问说，就是你们两位是怎么培养感情的这样子？还是我们这个可以留给之后我们比较细节的，对，
对，因为假如说呢，现在都回答大家的问题，那我们就可能会在这边留到十二点之余呢，我们就不会再有下次的直播了，因为没有问题可以回答了，所以我们就是保留一点点问题到下一次这样子，好吗？对对对，所以要跟这关于这三集的吗？有、嗯、对啊，回答关于戏的，就是已经播的戏剧透的不可能。回答就是有人说看觉得小唐跟老唐有爱。可是我想粉丝们的那个爱可能不是那个，就他们觉得你们两个眼中有点暧昧的情愫。对对对对对，这样子、嗯、有吗？之后就知道了、啊。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什么问题都不能回答，对，因为才第一个人，对，因为大家对对对，是因为题目是，因为大家比较想知道，可能就是说怎么培养感情啊，或是说有没有床戏这种，可是这种不能回答，所以有，我们已经回答过有，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我想说，导演是不是我们就等之后有在下一次直播的时候再请个别的两 CP 这样子做比较深入的一个回答这样子，对对对，因为今天大家都在嘛，然后我们就是想说让大家分享一下心路历程这样子，对。为什么其他人都有照片，少主要用画的？这个问题早就有，对，这个我们其实也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留到第五集之后再回答。好 ，OK。关于这张画呢，它其实是有一个缘由的 ，OK。其实是有一个那个这个东西，你们看了，其实你们不要现在问，因为你们现在问，你们就丧失了看戏的乐趣了。嗯、，OK。很多的答案都在细节里，那你们去看戏，把那个细节看进去，其实很多东西后面它就会有解答。嗯，对，真的是这样。哦，还有最多最多最多人问的应该是，手指会痛吗？还有有人问说手指是不是假的？是假的，他没有大拇指，他本人是没有大拇指。但是这个动作真的是我自己亲自完成的。对，对，他有叙述过所有的动作都是我自己。手指，你在里面看到每一个动作，包括折手指，都是我自己亲自完成的。我当下也是真的傻眼，当下不止你傻眼，摄影师也叫出来。没有，摄影师不是叫出来，是那个 camera 掉到地上。手指应该是那个。手指他们在哪里看到的？有啊，那个不是，今天有播吗？今天没播吗？今天没有播了。应该是。我们被掉出来了哦。啊，那应该是在电影，应该是那天。对。为什么那个？没事。没关系啊。有人说下次还想邀请我主持，我有这个荣幸吗？可以访问各位呢。那我问回去查一下，下个礼拜三之前，下个礼拜也是礼拜四吗？对，下个礼拜四之前那个我户头里头的钱有没有进来？决定。对，因为我演这出戏呢是今天播的，今天播了吗？他们说今天播的，就是上面的人。因为我对，就是我。播这演出这部戏有给青荣导演非常多的钱，那、哦、对对，然后对，所以对，所以我可以继续再给钱，然后得到这个主持的角色这样子。嗯 ，OK， 对，因为大家一直称赞我主持的很好。真的吗？我会回去看。你当着体学的面这样讲。你有什么意见吗？没有、欸，他吃了起来，整个直播只有无聊，他就吃起来了。没有，天哥，美女主持大人，不要害我。OK， 好，那对，所以今天大概就是有这样子的，很最多的疑问就是关于说大家怎么培养感情啊，然后拍摄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可是因为我们前面回答太多关于角色还有自己的事情，所以可能没有时间。在做这么细节的回答，所以之后再请青荣导演邀请大家，就是可能个别的方式，然后来回答更细节的问题，这样子好吗？阿德，你真的，阿德坐在太旁边，我真的没办法带到他，你要去站在导演后面。我突然想说，就是很想，如果只知道我第一次见到导演的感觉，我想知道大家第一次。啊、对对对，你可能要到那边去。延长赛，这样会不会拆开呀、啊？不行，就是我蛮想知道你们第一次跟导演合作的感觉。你是指哪一天？是第一次见面那一天还是？不是第一次见面，就是和大概就是合作大概第一个礼拜之后。因为我后来有跟导演坦诚，就是我第一个礼拜对他其实是就是惊啊，加有一 点，他是根本讨厌我吧？就是有一点点讨厌我、啊。我没有讨厌啦，我只是觉得哦，好有压力哦。是吗？不是被说中啊？
我没有，我只想知道一下大家是不是都跟我一样。我是到中间才有压压的。你到中间才有压压的，你的。所以因为到中间才有你的事。你也是这样。就压压的。君浩的第一次跟导演合作什么什么什么感觉？压压。而且我还记得从前两次碰面的时候，就是大量的聊天啊，聊我们看的电影啊什么。然后第三次回到办公室试镜那一天，是金钟公布那一天，就觉得他整个人喷金光。那天公布是入围名单的，导演冥想，导演穿那个礼服，对啊，什么啦？哪有红毯那个？没有，我们那时候在入围名单的时候，入围名单的时候。因为导演明显觉得没有关系，他整个人就是要发着光在跟我们试镜，对对对对，所以压力就倍增。那怎样呢？我其实我一直以来是我是压力很大，但是呢我觉得我是因为导演对我期待很高，我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我的压力全部是来自于，其实导演一直到他都没有什么凶我或什么。但是我是自己给自己压力超大，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宜兰回到台北的时候，我晚上睡觉做梦，我全部都在正在拍戏，而且我耳边随时响起导演的声音。其实是这样子，我下个礼拜要大聊我的那个梦。那我真的太害怕。庭轩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点像牙，对，有一点。可是，但真的必须说，有很严重的那种压力，其实比较没有，因为我可能神经比较大条。他说的这句话是真的。对，我一直以为你会压力很大。我们那时候还担心说，会不会压力很大，都安慰他。然后他就说，不会啊，不是拍蛮顺的吗？那时候每个人都会去关心他。对，我那时候真的想说，你们怎么了？在发生是发生什么？是导演真的很生气了，是吗？全世界只有你不知道这件事。有些话我关掉镜头再跟你讲。我一直以为就只是说，就工作上本来就应该多少一定会都会讲话比较大声，这是正常的，是不是吗？也没有那么严重，也没有那么严重。而且气是白生的，对，白生了，他铜墙铁壁。没有啦，其实就是问完了，我觉得大家的一开始可能都一样，可是真的要讲，就是导演其实是我要讲那句，我在跟导演合作时，我有问过圈内的前辈跟导演合作过，我说千荣导演是什么样的导演？我骂人。不是，他们说千荣导演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导演，对，是不是？对，温暖的。我第一个礼拜完全感动。不好意思。我也跟青荣导演合作过哎。请问主持人，转过去，主持人转过去讲一下。我又露面了。其实我刚开始也想说要跟青荣导演拍这部戏的时候，我是觉得非常的轻松，我是抱着一个玩乐的心情去想说啊、哦，要跟青荣然后就很轻松这样子，然后结果我拍的第一天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场戏青荣也是让我轻轻松松的过了，之后是后面的戏他就开始对我大吼大叫，就一直会说，他会说林奕晨你在干嘛这样，然后他说有没有背剧本，因为我拍青荣戏都不背剧本，想说他也不背没有啦，开玩笑。然后后来我想说，然后我后来还安慰自己想说，他一定是因为他跟我比较熟，他就是想杀鸡儆猴，然后就是骂我给大家看，然后让大家盯紧一点。没想到他每天都骂，然后我想说 ，OK， 他是认真。他骂你给我们看，因为他也骂我们。对。对，然后我才想说 ，OK， 他是真的觉得我演得很烂，然后我才开始就是回家都在狂背剧本，然后写很多笔记，然后就是，后来我就是。去拍戏也是有点害怕的，就是我会战战兢兢的说：“嘿，导演，这样。”所以，可是他就是因为其实是为大家好，真的，对，他是为大家好。所以你做梦的时候也有听到我接，你有梦没有？我都就是会抱着电话睡，因为我要听那个青荣的声音，我才可以。我要听那种，林医生你在干嘛？我才睡得着。对，好。
来。就是导演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温度，对啊，真的、啊、真的真的。零下出发点没有，不是零下，我后来觉得很温暖，真的。火爆也是一种温度，对啊，没有真的啦，而且其实我们一开始。你讲的今天好像最后一集一样、欸哦，对啊，好啦，现在还要播哎、欸。那讲的今天好像最后一集，这么感伤干什么？对啊，因为这样再这样讲下去，可能下之后也没办法直播，没梗了。Hold住，反正就是大家不要哭好吗？总共会有几集啊？二十集嘛，对不对？现在还在问谁？我问的。播出集数的 rundown 在粉专上面可以看到，对，有明确的时间表，已经有那个时间表。下个礼拜也是播三集，对。Okay, 下礼拜四晚上也会。所以我们现在是下礼拜四。OK， 下礼拜四的时候会来做下一个礼拜的直播，这样子好吗？那就是有人说可不可以那个。特写每个人要多特，要特到鼻孔那样吗？对，特鼻孔，太特了，好特哦。好，对，所以那就大家跟大家说个晚安吧，然后讲一句话好不好？好啊、还是就、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这样子，好不好？那就从君浩开始。谢谢你们看到现在，晚安晚安，希望今天大家地震都没事，家里平安，要打电话回家。好的，谢谢大家观看，希望大家之后的集数大家继续收看，谢谢你，拜拜。我会努力把后面的几集再做出来的，让它变得更好看。然后，如果你觉得现在已经还不错了，我跟你讲，后面更好看。没错，300%、500%跟你保证，有笑有泪。好的，五公升，谢谢大家的支持。有人说变变话很少，有吗？话很少吗？我们改天 P 一堂专门给他讲。对对，OK， 好，爱你们，爱你们，晚安。对。Hello， 大家好。那你要开始直播一次，他正要开始一个直播，每次都要先打个招呼。哎，大家好，那要多多爱身边的人，然后要保重身体，然后身体健康，祝大家万事如意。这个是拜年了，是你的拜年，为什么？因为他很红了，他将来没有，他今年要去参加红白小巨蛋。对，他是这种等级，对，所以他先练习。今年小巨现在红白的那个已经都已经敲好了，对，没有名单的啦，因为他敲他一个，对啊，而且学校就在旁边，他每天都进去练习。没有，拜托他可不可以让我们上去站在一起？会沾光。大家叫我们不要欺负挺轩啊！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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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不起大家啦。什么？真的假的？对不起，对不起，我们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会了，谢谢大家，大家晚安，然后谢谢你们喜欢圈套，然后后面一定会越来越精彩。期待哦！那、yeah. 我是不是也要讲一句话？对，当然呢、哦。好，一定要走哎。谢谢大家。然后一讲一个小时。我想感谢我的父母，对，所以就是非常的感谢大家喜欢全套，然后金荣导演跟大家都非常的努力，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出戏，然后在这个混沌不明的世界，带给大家一丝丝的粉红泡泡，然后让大家的生活可以。更开心更美好这样子，希望大家都会喜欢，然后继续收看，继续支持圈套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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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